芝麻酱鸡，芝麻从这个濒危降为易危，这个呢是好事。它证明了什么呢？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生态环境保护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，大熊猫的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但是呢，降级并不等于降低保护的力度，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把这个保护工作做好。